所周知，近日由肖战、李欣、孟美岐等主演的《诛仙》正式上映。因为是热门 IP 改编，主演肖战又因《陈情令》爆火，所以在拍摄时还是默默无闻的《诛仙》在临上映前一下子获得了空间多的关注。从人物造型、影片特效到主题曲等各个方面，都引发了大家的期待。而《诛仙》上映以来就一直领跑中秋档票房，首映当日票房轻松突破亿，数据上也有胜过同档期其他影片。如不出意外，中秋档冠军非他莫属了。不可否认，肖战是票房的最大助力，表现也可圈可点。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暑假《陈情令》爆红的话，《诛仙》达不到目前这种状态。不过在此之前，肖战他可从来没有拍摄过电影，所以对于大荧屏也是非常敬畏的，从来没有想过还有一天自己能拍电影，更何况是《诛仙》这样的大 IP， 那真是想都不敢想。近日，肖战出席某活动，在活动现场，记者也向肖战提了一个比较犀利的问题。诛仙票房的火爆是因为你的缘故吗？对此肖战也是思索了一会儿，他这样说了一句，我觉得还是因为大家的共同努力，毕竟我才是一个新人。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但是肖战的回答真是让人忍不住点赞。当然这样的票房成绩对于基本上都是电影新人的主演来说也算不错了，所以放假闲着也是闲着，大家会想去看这一部电影吗？